姐是一個很好識照顧人，是很識關懷人，同埋一個很有義氣的一個人。妹姐，即係我哋成長的一個 icon， 有前瞻性的女性代表嚟嘅。妹姐是大家姐啦，一個大家姐心裏面住了一個小女孩，非常仗義，說話是很有力量的。佢係一個潮流嘅指標嚟嘅，潮流嘅尖端啦。佢係一個先鋒嚟嘅，芳華絕代，傑出嘅表演者，係一個好大愛嘅人嚟嘅，樂壇嘅傳奇，傳奇，傳奇，一定係傳奇啊！妹就係王者嚟噶嘛，我覺得每個年代都有機會出現經典，但係王者就唔會經常有，呢個就係一個榜樣。佢點樣喺最短時間將自己發揮得最盡最好，呈現俾觀眾。妹就教俾我哋精神，就需要要堅持啦。不要放棄自己，沒有難到他，他要做的一定要做到。你在台上看下去，看到有哪個不拍手掌，你就看著他唱，唱到他為你拍下手掌為止。做娛樂圈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人無你有。如果你是真心去愛的，就勇敢面對。